金花，你这个歹查某，你实在哦，愈做愈离谱。啊，总无讲用迄个滚水把囡仔泼到，迄目睭根本都无看到路。即摆吼，要阁甲这个细汉的英英甲活台，你实在真可恶。你这个恶落多，你若要死，就爱找一十五，要待到放假后，你若要落葬吼，会找无望阿婆。啊，咱即摆来讲，这只狗竟然会晓结果。哎呦，实在有够！这次是为着讲要替这三个囡仔报冤仇，去结果是伊的第一步。可惜这只狗啊，都袂晓讲话，啊，结果敢就有法度？啊，这都要看这个官官，你是聪明，也是糊涂。会对这只狗是无效的啊！那呢，就直接把这只狗头斩落来。哈？狗无去啊？敢讲这是一只灵狗？狗，咱又搁见面了。你为什么要大闹公堂？是不是有什么冤情要伸冤呢？你是讲有三个囡仔，一个是戆戆，一个是目睭青盲，一个两岁囡仔用要死去。大人，唔知影你讲什么？伊是咱要来给你伸冤呢？狗啊！我知影你心地非常的善良，你看到这种的代志，你想要替人伸冤，但是凡事拢有因果轮回，这只不是因的过程而已。你是要拜托我替伊伸冤吗？我是天上的神，不是凡间的人，我是无办法替你伸冤，但是你可以。不唔对，你会使替这个三个囡仔伸冤，我可以让你冤枉两伊，你会使按照你的灵性去找一个清官来办此案。你是一只有灵性的狗，为着这三个囡仔，愿意替伊去伸冤。等此案了结以后，我。道理来，我的玄门修行以后，你就像孙悟空受人雕拜。无爱，为什么无爱？你如果在我家修行，那是修行正果，你免去六道轮回。这对你一只狗来讲，是一个真重要代志啊！你是讲你爱厝的人陪伴，你真爱你厝的人，不愿意和厝的人分开。难得你有这个孝心，安尼我就无勉强你了。你就去找一个清官来替陈家伸冤。这真是一只有灵性的狗。世间人常常就比如恶人如同四脚落地精蛇，但是有一挂精蛇比人更加有道理、人性。你想阿嫂吼？无啦，阿兄，你会使娶到阿嫂吼，是你的福气呢。你看，阿嫂伊这尔贤惠善良，佮伊要当花家，而且哦，佮替你生两个遮高水的孙仔。嗯，恁阿嫂真正是一个真好的家后，即世人我会当娶到伊，是我顶世人修来福气。阿嫂吼，真正啥物拢好啦，为予我唔了解的代志。就是有啥物
伊要替你带金花入来做你的礼房。恁嫂啊，就是要害黄家一个人情，毋才会带金花。带金花入来，就是要替咱陈家生一个后生。我着两个查某囝，我已经足心满意足啊。我真正嘛想无，恁嫂啊，你想啥？阿嫂，一定嘛是替你想啦。啊，对啦，阿兄，咱即届去竹罗山卖地的代志，真正有够顺利的。咱哦，杨幂都有人要来甲咱买地啊。嗯，真正是足顺利的。啊，不过咱即届卖地的钱还阁无够起庙，希望咱回去了后，乡亲会当甲咱斗三工。是啊，要去南天五元庆地庙，是阮甘家行的大代志。我相信，乡亲一定就愿意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啦。嗯，这南天文贤圣地庙，咱一定爱去到上好上水。你去登山一撮，去找上好的师傅，上厉害的师傅来替咱烦恼。阿兄，你放心，我即个去登山哦，一定找上好的师傅来替咱画起庙的图纸。我明仔载就要去登山，啊，你回去了后，嘛替我去武馆看一下。好。你去登山哦，家己爱说你，武馆哦，我会甲你照顾，你放心。多谢阿兄。中好，中好嫂啊，有人伫咧无？中好嫂啊，中好。金花啊，你哪样样走来？我，金花。我看你的面色无介好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就好嫂啊，要是你吼较了解我啦，我最近吼毋知安怎呢，啊，半暝逐工拢迷茫，着我安小弟养病，啊，七公老话啊来找我，一直叫我阿姊阿姊，所以吼我安逐工拢困无好。哪安尼？我嘛毋知安怎。就好嫂啊，你一定爱想办法甲我斗三工啦，莫安尼吼，我逐工拢迷茫着我小弟啊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找就好，对请母仔先讲讲，看有啥物办法，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多谢你。母仔是，你好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，莫讲我安尼迷茫到阮小弟啊。真正香。玉浩，玉浩啊！唉，搭歇喘者，要啉一下好茶。啊，你搁带花休？金花来呀！嗯，金花，爱来这创啥？伊讲啥物？伊逐工三更半暝，拢梦到因小弟七孔老火，目睭紧紧甲伊看呢。啊，七孔老火？对啊，我嘛感觉真奇怪，是安怎因小弟逐工三更半暝拢要去找伊，哪会无爱互伊好好休困？我伫想，这其中一定有啥物原因。哎呀，呾有啥物原因哦？拢甲咱两个无伫代啦。你哪会遐讲哈？你想看嘛？即马是伊来甲咱拜托，要求武财神替伊斗三工。啊，你袂晓过去打，啊了后才阁逼伊讲出伊心内话。啊是安尼，咱就当趁这机会掠着伊鸟车买。嘿，无得卡，伊阁会摕一笔钱，趁咱面厝。对呢，水果，你阿真巧呢。迄是当然的咯。我想来爬山，嘿嘿，要不要出来了？金妹啊，我听阮水妹讲，你有代志要问先。是啦。无问题啦，我马上哦，请武财神降驾。多谢。
不知先去噶，景辉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，即马会当问啊？嗯，不知心，姓杜杨景辉，想要请问不知心，最近哦，我唔知安怎半暝啊，拢伫梦到我小弟嫌囝，啊七孔老话来找我呢，一直叫我阿姊阿姊，我想要来请问不知心哦，我小弟是唔是有啥物代志要来甲我讲啊？你现在是王老师。 唔，请杨凤不善，来到早找你。啊，请问不在心，我是要安怎做，才会当给我小弟好好去交代嘞？嗯，恁小弟是个不平不平，所以想要知影讲到底是谁该害死的。安尼，才安心去投胎。啊，就迄李素丁下毒，兴我弟都林连之汤，害小弟啉着，伊才会死的啊。嗯，代志。 真正想你讲的哩，那你先做，你小弟，但明仔搁再找你，而且搁七孔浪费，你若无照实讲来，安尼你小弟就无得好好投胎，也但袂搁去找你。这，金花啊，若是我弟的，你不方便讲，无，我先离开前。嗯。 上好就是招来，安尼本座请给你倒三工。好啦，我讲啦，碗汤哦是我煮的啦，啊原本哦是要给李素丁啉的，啊现在哦无甲李素丁毒死，啊煞来毒死阮小弟，啊这也毋是我的毋对啊。嗯，那你甲李素丁有啥物冤仇？ 李素丁吼，甲我是无啥物冤仇啦，啊，不过伊叫我过去东家，啊，煞安尼控制东家一切，拢无要留互我呢。啊，东家的财产我嘛有一半，所以我唔敢想要甲伊害死。那安尼，东家的财产就拢是我的啊。那安尼，汤，哎，汤，啥物汤？现在连母猪拢查不出原因。啊，我前翁吼，就是一个油草大夫啦。 伊就捌甲我讲过，迄猪刀吼，若沉莲子，爱查吼，若用个白胶去吸收，就阮死也无伤的啦。所以我唔敢想这个办法，要来甲毒死。我唔是安尼挑故意要害死阮小弟的啊。财神爷，无论如何吼，你得爱甲我斗三工啦，我会当安尼，互阮小弟吼会当好好去投胎啦。嗯，原来是安尼啊，好啦。 本座会用甲你斗三工，啊，也毋过你的本钱发挥，第二小弟仔超度七七四十九工，安尼你小弟仔才好好去投胎。嗯，好，我一定吼照财神爷所讲的去做。我是去耶！哎呦，金花啊，啊拄只还不在时。 有要甲伊斗相共无？有啦，伊有甲我讲啦，伊着讲吼，叫我倒去甲阮小弟超度四十九工啊。安尼真好，安尼杨饼应该会当好去投胎，伊嘛袂过来找你，你嘛会当安心啊休困。真多谢恁嘞，这吼，嫌要休啦。哎呦，你免着安尼啦。那呢，我先等你准备哦。顺行。 老公，你紧看卖啦，金花添偌济油香。哎，吃啦。哦，遐尼济哦。哎，这南山的尔啦。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我来讲，拄则金花讲这天大的秘密。是啥物秘密啦？这秘密啊，讲出来哦，绝对达过这南山的。
阿准长，你来伫遮。进山啊，我算算给志，你嘛应该爱回来啊。我伫遮等你几若工啊，你敢知影？恁厝发生大代志啊！这严金飞实在是小超过啊，趁我无伫的时阵，甲阮陈家冲到龙家山体，真正是饲了气加布袋。是啊，这毕竟是恁的家内事，我一个外人嘛无法度管遐济，而且。 我嘛唔知要去倒位找你，只好伫遮等你。啊，对了，村长，啊，我去三囡仔安怎？因有去看苏丁啊，等来了我无闲，所以我嘛无搁去恁厝，嘛唔知今仔三囡仔安怎？村长，多谢你。文文、莹莹、阿健，文文。 英英，阿健，阿官，人呢？囡仔都无去。进山，啊，你回来啊！你怎搞我怕啦？所有代志，船长拢已经甲我讲。船长都甲你讲哦。 吼、哦，你都唔知咧，你无伫厝的时阵哦，啊，厝内发生这个代志，我都唔知要安怎咧。你竟然来这里假好水，伫咧我面头前做一套，背后竟然害苏丁阿强掠去关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你害我小弟死咧，我当然嘛要报复家己啊。你有啥物证据讲苏丁阿害死杨饼？啊，你苏丁住在地道里面，只好当害我小弟啉。 我阮小弟就安尼啉了了，佚佗闹会就死啊！啊，厝内家厝我两个大人，啊，毋是伊害死的，敢讲是我害死阮小弟的哦？这件代志，我一定去找大人问清楚。啊，搁有，我两个查某囝，啊，搁阿庆的，有啥物无伫厝的？我若知伊三个走倒去啦，啊，自从你无伫厝了吼，啊，因拢歪听歪话啊，我偷走去找苏丁，啊，即摆伊无去。 啊，我嘛是嫁做，啊，不过就是找无嘛，我嘛是真烦恼的，哈无。你的烦恼，我看你是欢喜的。好，你莫烦恼我，我嘛是是少失三个囡仔的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倘好我赶紧找到这三个囡仔，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 无要放我煞，哼，我甲看你吼。 到时找的是死人还是活？大人，有一位甘蔗园的陈老板要求见，请进来。是，请。参见大人，陈老板，咱两个是老朋友啊，免这样客气啊。来，请坐。 多谢大人，陈老板，啊，你今日来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今日找大人，是要问讲，阮某李素丁这件案件目前处理了如何啊？我咧想，你应该嘛是为着这件代志来啦。目前案件还阁无证据。 会当证明恁某李素丁无害死严饼。甘蔗园这代哦，拢知影阮某乐善好施，习惯善良，严饼绝对毋是阮某害死的。官府是讲证据的，虽然我知影恁某李素丁做人真善良，但是还要找到证据证明，我嘛袂当随便放伊走啊。而且同工也只有恁某李素丁。 甲严金辉两个大人，严金辉无可能害死家己的亲小弟，所以林某李素丁的嫌疑相当。大人，我敢会当拜托你一件代志，互我去大路救某一命。陈老板，你平常时拢伫咱地方上斗相共铺桥做路，生来是咱地方上的大善人，这件代志我会当安排。 多谢大人。
李淑婷，有人来看你啊！淑婷，淑婷，金山，淑婷，金山，你总算回来，啊，你来当礼拜啦！我去求代理，请伊给我去拜，想袂到，我才出门无偌久，难道就发生这么侪代志？早若知，我都莫出门，让你受委屈啦。这嘛不应该怪你啊，啥嘛想袂到，咱的家发生这种代志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杨炳就真是我害死的。我一定相信你，我相信杨炳不是你害。多谢你相信我。不过，我即马更加烦恼是关关甲莹莹，唔知影因好无？我好等你厝诶，我无看到因三个人，我隐瞒杨冰花，伊结婚嘛讲伊唔知影去倒位，我嘛足烦恼诶。三个囡仔拢无伫啊，那恁伊是会走去倒啦？金山，你一定要替我找着三个囡仔，若无？我死嘛袂安心啦！你莫胡白讲啦，你哦绝对袂死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三个囡仔拢找回来。阿如哥，今麦所有的罪证，拢讲是我甲杨炳害死的，我根本都唔知影要安怎洗清我家己的冤案。你放心啦，就算讲我甲财产拢卖掉，嘛一定要洗清你的冤案。昨天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要等我。金山，杨金花，你怎么搞我离开？搞我离开陈家？你是咧起笑吼？我嘛是陈家的人咧。叫我走是要走代去，我管你走代去，你这么搞我走就对啊！你要叫我走，你妈有一个讲法啦。我无对不起恁陈家，你凭啥要叫我走啊？你讲你无对不起阮陈家，这种话你敢讲会出来？自从你嫁入来阮陈家了，阮陈家都不得安宁。今嘛，你搁害素贞啊，红娘去关，你还来做无对不起阮陈家，你敢讲袂出来？笑死人嘞！啊，李素贞把阮小弟害死，我都无怪恁陈家的人啊！啊，即马甩来怪我讲，害伊让伊掠去关，即马要怪我走，俺是有天理了啦！我实在足后悔，当初不应该答应伊带你入门。哼！啊，人都已经带入来啊，即马讲这吼已经袂赴啊啦！袂赴？哪会袂赴？我等下就来找村长替我做证，我要跟你离缘。要跟我离缘？陈静山。你就上好吼，甲我听清楚啦。我是你陈进山带入来的，啊嘛拜过恁家公妈，我也无讨客伊啊，嘛拢尽做你二房的本分。啊，你凭啥物要告李岩啊？凭啥物？凭你甲阮陈家不甲龙家耍体，我就会使甲你李岩啊？好啊，你要告李岩嘛会用你啦。啊，不过你的财产就告对半分，啊若无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。你要跟我对半分财产，你凭什么？就凭你欠我两条人命。两条人命？什么两条人命？陈进山啊，你是真糊涂，是假地气啊？你袂记得了？那呢？我着讲给你听啊。第一条人命，就是我真翁黄明德。当初嘛是要为了救恁那道陈莹莹，甲安尼摔去山坎死的。啊，那第二条人命，就是我的小弟杨炳，嘛是死伫恁道李素贞手中。那安尼，你唔是你欠我两条人命吗？那唔是你这对翁仔某，那安尼，我今日嘛袂变甲安尼，你欠我两条人命来啊！我看你是起笑啊！我白操你！安怎？啊，即摆是讲袂出话啊，吼！你欠我两条人命，还来啊！严金花，你给我听好清楚，你的前翁黄明德是自己爬山砍死的，不是我害死。你的小弟严炳嘛，无可能是素贞啊害的。你要跟我对分财产，这是无可能的，我一分都袂给你。我要把所有财产拢卖掉，来去救素贞啊！
你即马就给我死出去！哼！你教我李言，好啊，那呢我带你去滴多人鸡汤。人咧讲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歹人中的歹人，啊，就是这个让你爽，甲因牵手。哦，严金花，你即马已经予抓到这个充分的理由，这两个翁仔某一定会大大甲你加油，因为你严金花做人实在是真优秀，啊，天嘛不是讲无目睭，这两个翁仔某绝对会甲你处理甲清洁溜溜。哎，陈金山啊，陈金山，你去一座朱罗山，你爱到恁家住家破人散，严金花。坐咧大厅，伫咧等。你要甲人离婚，那要哪有遐尼简单？人即马哦，上无要爱你一半的财产。金花，哎呦，是恁哦，金花啊。我看你安尼雄雄公公，你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啊？无啦，哪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景花啊，你哪有啥物代志会用甲阮讲啊？阮绝对袂讲出去。无啦无啦，哪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我先来去吼。哎，地道点莲子，茶烧白桥鸡。怎样这啊？啊，等你们好啊！你家己甲我讲，我煞袂记。我讲诶。对啊。是啊，啊，伊讲，唔都唔是真正在心也尴尬诶，啊是。你是我，就好啊，尴尬。啊就嗯。哎呦，我哪会这么讲啦？啊，这么简单，都相信你是真正在心也尴尬。哎呦，金花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真正会当甲阮讲啊！啊，阮两个嘴吼是目甲米胎嘞，米胎，哪咧唔拢老了了去啊？这无喏，啥物老了了？人阮水某意思是讲吼，你若有迄袂用讲出去的代志吼，人阮甲阮水某的吼绝对袂讲出，迄嘴哦，麻烦麻烦。也唔过咧，这袂用讲出去的代志，哪咧哦，哎，无一马计得的话。哦，啊，恐惊哦，就拢流流出去啊！啊，到时阵嘞，一传十，啊，再传百，啊，百传千，啊，千传万。好啊啦，卖阁讲啊啦，恁两个真正是吼，讲啦，你们爱啥？金花啊，啊，阮想要对着你的身躯边啦，啊，你有肉通好食，啊，我有肉油通食着会用的啦。好，啊，讲遐尼多，嘛是要爱钱尔啊。对对等到晋山去睏的时阵，就是咱动手的时阵啊！
金花啊！这是啥？金花。金花。金花啊！青山已经要困啊，你即马会使开始放火啊？敢袂让人发现啊？哎呦，那都拢烧了了去啊，是啥物人当发现啦？而且一定要甲咱青山烧死。哈哈。哦，你做怎样的呢？阿婆，你是要甲老的，以后不管你抓晓。这，哎呀，别搁抓这火啊啦！起来这边甲烧，这嘛是上好的时机。你赶紧动手。哦，来。是 baby， 啊啊！回叔叔，阿奶回叔叔，外出外出来休假，外出哪样没了？外出，来安尼啦，拢烧了了。天公伯啊，我陈进山一生帮助百姓，做桥铺路，我唔捌做过歹代志，敢讲这就是我的命运？可是讲若是安尼。你对我来讲是不是太不公平啊？南天文恒圣地，阮陈家已经烧到安尼，你竟然阁无代志？我将你请转来拜，你不但无保庇我，阁予我妻离子散，我拜你有啥物路用？对今日日开始，我无要阁拜你啊！陈进山，南天文恒圣地，我知你对百姓做真多代志。如今变成妻离子散，所以你对我真不满。南天文恒圣地，地主做这么多代志，我拢唔捌做过歹代志，敢讲你拢唔知影吗？为什么我的厝会变到安尼呢？这是对你一种的考验。考验？是甚物考验啊？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是要甲增加甘蔗园后家。三个砖头的村民团结起来，你会靠其身，落其体，承担更加多人的因果。阿哥，这种的考验，都要让我妻离子散。啊，你未免太残忍了吧？安尼，遐害我的人呢？因拢伫逍遥自在，敢讲这对我来讲是公平的吗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报过，时机未到。陈金山。你以后得到的比这卖搁较济，这是一个过程利益。南天文恒圣地，地主请求你，会当甲我讲我三个囡仔伫倒位无？你往北方去，你就会找到你的三个囡仔。多谢南天文恒圣地指示。八方，对，我要进来找我的囡仔。阿公公伊啊，还你拢枵哦？阿无，我先去街仔路找物件给恁食。好，那恁你较细腻哦。好啦，我知。
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明天会在家，阿姨就不要啊。啊，不过我今个身体够无事，还是要怎啦？啊，不管啦，先给哥哥饮好吃好吧，啊，再搁讲啦。来哦，好吃包啊，进来哦。涛哥，好，我杀了包啦。好，稍等你哈。涛哥，你进来是后边啦。那我都要。你那边啦。啊？包啊！你再看，你不要哪里驾驶！阿姐，阿姐，你别跟我跑了，这包啊不是我要吃的，这是我小妹妹吃的，我小妹吼，今晚破病，跟我吃物件死了，拜托了，阿姐，包，我做工课，趁钱给你啦，阿婆，我给你开张好无啦？这个囡仔看起来戆戆，啊，又乖乖不错，阿罗我来跟伊算钱，阿你啦。你伫我遮做工课，来还我包我的钱，你看安怎？多谢涛哥啦，我今晚可以做工课了吗？你先莫甲我说多谢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做工课是足辛苦，都亲像做牛做马同款，安尼你有法度未？做牛我会使，不过我未晓做马，我是会使做牛做会使啦。好，来你做我看卖。好。但是好的工人啊，都要亲像狗同款，会晓听厝人的话，安尼你会晓无？有够哦，我肯定啊。好来，做我看卖。好嘞。真乖，真乖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粒包啊，你若是要吃，你就要加倒啊，吼、哦。在这裡，是什麼人給你欺負？阿爸，你總算回來了啦。阿爸回來了，咱家被人燒去了，現在只剩南天分行聖地而已。啊，怎麼會這樣啦？阿爸，我問你，為什麼你要欺負他？啊！是伊来偷摕我的包啊！我唔知甲教是一个，啊是讲这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你大人大正啊，为着一个包啊，敢有需要咧欺负一个囡仔？你是家己讲要做工袂来拄的，我唔才先讲试看卖啊！啊，既然伊是你的人，那咧这包我的钱，你来替伊还。我，你是无钱哦、喔？啊，无钱啊，家己遐咧大声，我靠，我规边人去报官。头家啊！你安尼欺负人，我实在看袂落去啊！我退一啦。你嘛拢要退一啦。多谢，多谢各位乡亲。以后我陈进山一定好好甲恁报答的。不要紧啦，免客气啦。阿庆，你坐我来找小妹。好啊。阿庆啊，你阿袂动啊？我就期待。英英，你伫遮站一下，我去摕水。看那有水的声音，那边应该是有海水。
小伙，你真有水呢。哪呢？去搬大树，没啊？得水给伊啉。关关营，伊到底伫倒位啊？阿爸，就伫头前啊，就紧就到啊啦。伫头前哦。救命！救命！敢那是关关的声呢？救命！救命啦！啊，第一遍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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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救伊啊！就到府城了。嗯，我们继续赶路，希望在天黑前到达府城。是。领将。报名。为何停轿？大人，轿子前面有只猴子，对着轿子一直拜，卑职这就去把它赶走。不必。带本官下轿看看。是。小猴子，你跪着本官的轿前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小猴子，你在比什么？我实在看不懂啊。哦。我懂了，可能是台湾的猴子听不懂官话。大人，还是我用本地话试试看。好，去。你这只高山啊，冻伫咧头前，是有什么代志无？启禀大人，卑职也看不懂他是什么意思。哎，小猴子，你能不能再比得清楚一点呢？冤枉！小猴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，需要本官替你办呢？本官办案无数次，还是第一次遇到猴子懒叫深冤，真是前所未见啊！大人，这只猴子看起来很有灵性。好像也听得懂人话，想必是有什么冤情。哎，小猴子，你到底有什么冤情说给本官听，本官一定替你伸冤。
哎，莫妹，你看得懂他在比什么吗？大人，卑职也看不懂。哎，小猴子，你能不能再比得清楚一点呢？猴子到哪去了？大人，卑职也不知道。奇怪，这猴子带我们来这是干什么呢？大人，猴子在前面。啊，跟着他。是。你即马开始哦，我袂过离开啊！行，我即马就带你来等。阿爸，阿母哥，阿母亲，够人关伫大楼内底，是要安怎啦？你放心啦，阿爸一定甲阿母带回来。顶官帽，那是谁的官帽啊？这是我的官帽。看见大人，猴子带我们来这里，想必你有什么冤情。是，大人，我确实要伸冤。那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此地？还有，这些孩子又是些什么人啊？魏大人，我是甘蔗园的人，我叫陈进山。陈进山将着眼金花带入门的经过，以及李素贞被陷害害死颜炳，以及三个囡仔被苦毒流浪到厝内底被火烧的经过，详细。来讲给包铁生听。听你这么说，你们被害得妻离子散，这跟严金花一定有关。是，摸唔着，绝对是严金花做。在没有证据之前，不要往下定案。待本官前去府城重审此案，就可以水落石出了。多谢大人，莫名。把我的官印去给县官，告诉他本官已经巡查到此了。是，大人。你们也跟随本官前去府城。是，大人。哎呀，阿嫂，我们都在变干呢了，那怎么会烧干呢？进来。你才到今晚才回来，船长啊。阮都哪会变到安尼啦？静华啦，我知影你进新光花道，自从你甲恁阿兄出门以后，可恶啊！一定是这杨金花咧闭关。
自从伊离开阮陈家了，阮陈家就不得安宁啊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不过咱嘛无证据，讲是伊做的。咱即马上吊，爱甲伊找出来，叫伊来讲个清楚。对啦，我听讲有人看到金花啊出现伫赵浩因家，唔知是毋是真的，你爱去问看卖。哼，不管伊伫天边海角，我一定会找到伊，替阮陈家出一口气。有话大大讲啦。恁陈家当初讲要去南天文庙圣地庙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即马恁陈家火烧，又搁发生遮侪代志，阮的钱是要甲送脱嘞。系啊，即马到底庙是要去啊，无要去嘞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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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甚物？到底是要去啊？大弟，请听我讲，阮陈家发生遮侪代志，我嘛是今日回来我才知影的。啊，不过恁放心。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找到我厝内边的人，阮哦一定会给恁一个交代。我即个出门就是去唐山，请起庙的师傅给咱画图，要去咱的南天府。假使讲恁唔相信，我会使给恁看我从唐山站下来图纸，还有阮买电影票，搁有恁的观音铺拢伫我遮。恁管的事，阮一生拢袂袂记的。对啦，各位乡亲，陈家最近发生这么侪代志，相信恁大家嘛知影。今麦正好也已经回来了，而且也把刀抓拢抓回来了。您都要相信你，一定会把庙起起来。好啦好啦，这下我就相信你吼，啊赶紧把这个南天府起起来，别让阮大家等伤久啦吼。多谢大家相信我，阮哦一定会把南天府起起来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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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你啦。老高啊，你安尼做敢有妥当？哎呦，妥当！你莫想想看卖啊，迄日咱迄个盐仔金花啊，咱替伊安尼去烧蛋来就了。哦，惊甲煞米伫咱厝呢。啊，拢无要出去，搁再讲啊，阿姨安尼食，咱会准拄煞。财产也无要分咱。哦，我若无受一下办法，甲迄财产拢退过。哇，咱到时喏，咱就替人生囡仔，搁兼饲囡仔，我了济我。对。啊，是讲你摕这个麦粉药要家麦粉，以后要家加上毒块。嘿，咱出门袂通害死人呢。哎呦，袂啦，啊，唔着好加再讲哦，这盐仔金花佫生甲不哩啊水，我已经甲迄查某囝的头家讲好势啊。到时阵呢，咱用这麦粉药啊，加麦粉了后再上毒块。然后咧，我着陪这头家，而且哦，这头家哦，一看迄查某囝拢甲锁甲安安安。绝对无人找有啦！到时阵咱有财产，今日金花嘛找无，来一减二个，忙啦，加四个。啊，是你较巧，过无偌久，咱就要变做好野人。起来等啊！哎呦，就好啊！因两阿婆出去外口探听，啊，代志唔知有发现无？啊，哪安个即摆要回来了？探听到什么？无啦，暂时无什么代志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对了。
自从咱吼爱甲大家小聊聊，我逐工拢足惊伊安尼，我足惊吼，啊去互抓起来。我想吼，你要是去找一个所在避起来，较安全啦。好啦好啦，等我哦，把这代志处理好势了，我才带你离开啦。去一个哦，无人熟悉的所在，重新过日子啊。对啦对啦对啦，阮老家吼拢讲无问题啊啦，所以你唔免烦恼啦。我第一年啦，我吼要是真惊去互我现的，若去互寡妇掠去哦，我都稳死的啊啦。没啦，我老家有讲啊，目前应该无问题啦，你莫烦恼啦，你嘛，你嘛，你嘛。我甲因讲哦，好奇怪，我头哪戆戆啊！金花啊！金花！金花！金花！昏起来啦！哎呀，什么？怪你哦，怪起来！机器把金花藏起来才算，拢找出来。我今晚连夜去找迄个查某囝的头家，第二人啊。多谢你啦，看完下款。这个袂歹哦，来啊，你也等伊。是，小等者。你讲好势，唔来。你是毋捌看过银柳呢啦？哦，真正吼，那背包拢好你啦。我会当带走呢。哎，头家你话，你遐过好呢，唔会走出来。好，那这点哦，你放心啦。来啊，带走。是。你是谁？你要做啥？我要带你去一个吼，会当让你欢喜的所在。行，我不来啊！我不来啊！怎么了？你哪来？你哪来？你丢死！你个到底会唱几段？吹掉！电拍开来看麦。我我被乌鸦狼。阿嫂，卖过来，下。阿嫂，人真正是你害死的吗？那不是我害死的，我是冤枉的。阿嫂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的。你得要想办法找到你阿兄。两个囡仔，我想要跟你做一面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袂当让阿嫂伊向出站的。母亲、娘亲，
有食啉食，无亲无食，无事三客饭站。大林，我还是喜欢梦的，敲打你明察所有的罪证，这个罪犯拢已经承认啊，还阁有啥物冤枉的？认罪。大林，这一定是误会。我阿嫂，伊是无可能做出这款代志的。你安尼讲，是伫怀疑本官办案的你的心。来啊，将这个人押起来。是。阿林。站。是。包泽生大人应信在此，请王大人暂停行刑。多谢包大人替我伸冤。不用了，请来。素贞，金山，会当看到恁真正足好诶。是啊，咱一家总算搁做伙啊。阿兄，是嘞，我真正已经尽力要救阿嫂啊，啊，不过阿伯啦，不要紧啦，即马吼无代志就好啊。好佳哉，有包大人替阮伸冤。本官现在要重审此案，但是必须要找到严金花。大人，请给我几天的时间。我一定会找到杨金辉。好，莫名也会帮助你的。是，大人。哎，爹，阿公，听讲包大人已经来到府城，而且佫准备要重新严查案件了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是讲哦，俺嘛免惊啦。我哦，已经将迄财产藏匿一个，拢完全无人会发现所在。你想的是唱好，那是包大人忠心。哎，金花敢会甲咱讲出去啊？哎呦，那讲到这个金花，搁都无可能啦。人迄查某囝的头家哦，从这金花孤干的安安然，绝对袂向找到啦。咱现在做的代志哦，就是赶紧离开这，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。那呢哦，这代志都甲咱无关系。对。哎，老康，你看，水吧？水啦水，真少看到，再向看到就歹啊啦。好啦。哎，来给阿东。等一下，恁两个要去倒位？亚马袂当去。哎。啊无啊，你那呢？什么情形啊？你应该嘛最清楚的啦。我问你，金花啊，人伫倒位？金花啊，龙林市长跟外头的好朋友好看无？哎呦，恁大细的金，恁大家拢甲我讲，恁足爱看阿狗的。阿祖哦，被那个阿狗给比下去了，啊，实在没有道理。阿狗，你给我死出来！哦，阿狗，哦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大家拢不介意你咧，啊，即摆我养，拢互你抢手去，大家都喜欢你，你嘛小表示一下。阿狗，这啥？哦，袂歹呢，送给我吗？啊？不是哦，啊，朋友，他要送给你的啦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哎，你看哦，这是金。包银，然后一块一块，你看哦，一块赚钱，哎，一块转印，哎呦，还不错呢，还蛮好玩的哈。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阿高，阿高，有你的肖像哎，你把这个你的这个肖像送人了吗？哦，送几个？
哦，他说要去南天府，他要把这个去南天府来会会一下阿高公，因为他有重灵的，伊讲要使大家吼幸福美满快乐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哦，感谢你，阿伟嘞。哦，还不错哎，送给我20个，哦，我上次那个脸书哦，我赶快就20个照白的吼，阿拉二十提超过的人哦。 啊！你拜托个，恁去南亭府找阿高听哈。啊，这出戏我足爱感谢哦，应该就是咱这个南亭府的主位啦吼。这是咱的张志忠先生，你不但是咱演戏，啊，你搁给阮食吃喝啦，搁找你，啊，搁会请我食迄个，这个怀旧的台湾料理，真的很感谢啊，足感谢你哦，实在是讲袂了，才搁叫你请哈。啊，那。 再感谢是咱的总干事，他叫做新旭星。哎呦，这个新总干事的名字很洋气啦哦，实在是无亲像讲一般人的庙的人哦，像我都叫阿朱啊，卖哩卖哩怂的哦。啊，搁有咱的这个白茶拉里长，叫阿朱布良斌，啊不是不是，他叫做这个陈良斌啦，因为你将个搞吹牛，个拢无影的代志，讲讲个拢无来，当然最感谢也是这个。 方慧书，方慧，你爱甲你妈妈讲咧？哦，伊请我食一届花粿，我甲感谢两三届呢。后刚才请伊来台北，换阿叔煮一顿请咧，因为我也做爱食煮啊，我也是很喜欢美食的人呐。啊，不过吼，即个一块来赚钱，要十圈吼，等下秀一秀咱的迄、那个，诶。 给你看卖啊嘞，你也有介，真的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很像 K 金的，又有白金的，然后一块赚钱一块转运，谢谢阿高哦，感恩啊，罗兰哈，啊你无甲观众讲再见啦，嗯，来，谢谢你，再见喽。